啊，这一关呢，它的限制就是队伍空间上限50，哦，这、就是50，那就用8龙吧，就放个4卡这样子。什么三秒侠、啊，别乱讲啊！这一关呢，我看一下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啊。啊，第一回合呢，先给你先攻一波，然后它就是会燃烧啊，就不要碰到它燃烧就好了哈。哎、欸，打不死哎、欸！好，第一关没什么重点，第二关就是会燃烧哦，这里没什么重点。干，被那个 Oreo 害我的手滑、啊。是 Oreo 害的，哎，会不会太硬啊？这只怎么那么硬啊？哦哦，一定手下要六 combo 啊，各位，一定要是六 combo 啊！这应该可以打死吧？可以可以。我加工的。嘎刚欸啦，欸，我看一下，每回合扣除 50%， 如果有敌人被击毙，反正呢，就是一波带走他就对了。好，我们来到第四层，看一下，欸，这啥？好，这个也不是很重要。哎、欸、干！好，我们来到王冠，王冠芬芳色当然有啊。身为加工的人，一定会有哎、欸，趴盾对龙队来说就直接炸，就直接炸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太爽了、啊！直接炸，直接炸，有没有？然后王冠呢？我看一下，就这个燃烧嘛，这个燃烧我们就直接这样子。轻轻松松，八龙队。八龙真的太强了，好不好？这次的我觉得没有很难。跟上一拜的比没有难。